兄弟们好，我是谁我就不用介绍了啊。我是杨千浩，杨千浩就是本人，好吧。有位老铁私信给我，他说他发现了一条五六斤的鳝鱼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但是他已经给我看了这个是吧钓的鳝鱼，我靠这么多，我都已经控制不住我内心的那份激动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准备出发啊，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，广州。这小姐姐的腿还算可以啊。这个就是阿斌，这位就是阿金了，准备好了蚯蚓啊，导航出发。干就完了。这是老铁啊，我们汇合了，这是他之前钓的鳝鱼啊，差不多四斤多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准备出发我们的目的地了啊。这是我们今晚最大的一条，2斤6两，但是那条五六斤的暂时还没有开口。这是我们晚上总共的收获就这么多了。还行吧，这是现场来的老铁啊。老铁说了今晚9点带我去干那条五六斤的。